好啦，够了啦。喝口水，是的确是有点口渴。嗨歌歌唱，如果我开粉丝见面会，会有人来吗？如果我开粉丝见面会的话，会有人来吗？等疫情稳定了，好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开一个粉丝见面会，好不好？鼻子好痒。好的，主要是我想唱歌了，主要是想给你们唱歌了。你看我刚刚唱的那么深情。我有多少首歌了？我自己，来查一下，9首。有9首了。嗯，9首加上翻唱一点歌，也够可以开个演，也不是，差点不要脸的说演唱会了。嗯，可够开一个粉丝见面会了。嗯哼，拉钩，666，打 call，666，拉钩，好多手势可以代表。Ask me and I'll show you what. 一次丢一遍，或许你拥有一天。